咱中心。真正是为着要甲小雨杀走，我搁在疗养院布一场大会，伊应该有收到通知才对啊。家己后生都出代志啊，竟然搁不要无紧，搁甲人伫遐有讲有笑。应该是亲母叫你过来找我。我夫人今日找袂着所在，所以特别叫我来找你去包厢。啊，夫人真正是过搞你做，那你个忙你操劳。请对我来。原来是你要甲我介绍朋友，就单中贤啊。是讲，晴雨哪会甲单中贤熟识？好啊，我才等你看啦。你这个无花无啊，生在当中心是要变什么包？这小菜真好吃，两样尽量用，别客气哈。嗯，味道好吃，夫人啊。我感觉对吃这方面真内行。嗯，等等啊，恁东俊啊，真正是愈看愈壮哉哦。多谢甲陈忠贤有讲有笑的人，是伊的后生。夫人，是你唔甘嫌啦？对了，等等。听讲你阁有一个后生倒在病床顶已经真久啊，敢是你的心爱后生？夫人，那我的后生哦，咱就莫讲着伊啊。我嘛唔惊坦白给夫人知影啦。东君这后生我是独认的啊，我是经过四十年才互相承认的，所以不管安怎。我这做老爸拢想要好好弥补一下。四十年，那不就是我准备要嫁你陈家较早的代志？安尼算起来，那个叫做董俊的，就是朱丽萍替伊生的后生啊。你在创啥啦？四十年啊，陈忠贤竟然把朱丽萍这个查甫一直藏在伊的心肝头的，伊哪唔想看卖啊？因陈家落这帮帮的时阵，是上届同甘共苦，对伊不离不弃。伊唔知影真相，却一心一意，敢那想要报仇，搞逼家咧带小雨逃走，结果伊即刻和我离开，硬要把小雨留在身躯边。煞无好好啊对待我的小雨。我老公，我这后生哦，伊确实是壮哉啦。伊什么代志拢靠家己啊，家己哪读书哪做工课，学业完成了啊，伫个国外做教授啦。所以我认到伊了啊，我就想要紧甲伊带伫个身躯边，看是毋是有机会，好好啊发挥公关这方面的才情。嘛，希望夫人啊，会当好好甲牵绳者。中贤，你害小雨变作植物人，搁个等你遐容易的，好了，好害人得去做邻居，甲国家辛苦，不是过敏，就是规行规地无一块好的。即卖知小雨好休息啊，以前做爸爸的，竟然当作无这个好生同款，原来就只有伊甲朱丽萍生的好生。陈忠贤，你真正有够可恶！陈忠贤，
我会让你的下场比咱的小雨痛苦一百倍。我可惜啦，我拢已四十岁啊，今日我反头去做一个靠霸主，有影是愈来愈转去。我这个后生哦，就是爱讲生笑。对了，不然你不是讲你有朋友要来？你的朋友是？是我的亲母啦，伊是武山集团董事长夫人。那讲到林妹哦，是完全没输我哦。武山集团哦，听讲除了建筑以外，观光旅游嘛拢有在经营嘞。果然是大学教授，有在做功课哦。无啦，若是讲到做生意啊，我算是起步较慢，总嘛要加看加学习啊。安尼，等武山集团的董事长夫人来的时阵啊，你就好好甲人请教啊。其实人已经到啊，只是临时上线，应该真紧就回来。阮这亲母真秀才，一旦一下看到董俊，一定真欣赏伊。夫人，是吴夫人的讯息。啊，等到拍死啦，真无拄好啦。阮亲母今仔日形容人无爽快。可能要连工啊，才就是时间替您介绍啊。不要紧啊，那就随缘啦。安尼看起来，武山集团跟万海金融都是当年联姻那两个帮派。安尼地下迄个卫生啊，即马真正歹处理。爸带董俊入去饭店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啦。一定是来宾加上见面。原本我想讲，接到这个新的职务的时阵，头一个想要分享的人就是你啦。规日啦，等你伤了好啊，公司随时欢迎你回来。无得靠跟见面的人，就是暗中提租金，帮助黑市透过大金主。这家是把有东区要进行换新计划。俺若无实在想不通，想着把雄雄不要紧紧掉下咯。然后个正月要离开台车，拢会当见你阿沙利就答应我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查清楚，迄金主到底是啥？伊受伤无得，再来帮助爸。俺若无，伊爸这样偏激的个性，只要有人愿意听伊东山再起，就算爱一个灵魂没有魔鬼，伊嘛完全无丢丢的答应。我这代志已经结束了啦，快顺便来接吧。嗯，阿公啊，小雨的医疗专心也准备好，随通知我。资金哎，刚没让伊来得。这条资金敢是迄位女士，无说伊落去啊？夫人，这条资金敢是你无说伊落去？是啊，多谢你呢。伊挂手款，那个小雨挂一条同款同款。小雨啊，你卖误会啦。妈妈哦，只是想要替你保管这条手款尔。妈妈唔是甲你讲过啊，我要带你做高级治疗啊，身躯顶面咧扎伤些物件。
无听到哦，这条手环对你来讲有真重要意义啦。好啦，阿母你先挂咧，哈。阿母哥，我一定要有小雨辛苦点的物件，阿你唔当证明讲小雨真正有休息，才会当顺利骗过其他的人。别烦恼啦，妈妈知影哦。你今仔旋转木马音乐盒，放心啦，妈妈做会早走啦。是讲小雨，啊，这块玉佩嘞，敢会当交予妈妈替你保管？小雨上乖啦，来，妈妈替你提吧。谢谢。等你请来了，咱就当离开啊！你可休困一下，好。狐狸。拍死啦！啊，我着看你戴这个手环吼。刚好新挂的是同款的。哦，这熊小妹送我兄弟一人一条啦。啊，不过你发生意外过身啊。歹势啦，我唔知你的前两出意外，害你伤心吗？歹势。哦，不要紧啦。狐狸，既然事情已经了，我先来走。嗯。等一下。小雨，恁想要入去调查党的行踪，你就照你原本的计划，安心带金鱼离开。这件代志你都莫插吧。千羽，你是不是太紧张啊？我只是用来遮讲代志，我若知我爸，无用来遮。小雨，你都莫假啊！我安尼做是为你好。我看我也到啊，我给你等真久。哦，无啦，狐狸，我也拄到你啊。小雨，不管你要信还是不爱信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带金鱼离开家。我该管的代志，你都别管了。那个人是在找你麻烦是？无啦，伊只是提醒我一挂代志。因为所来，我准备要离开台湾啦。那样子也拄好啦，我嘛拍算要带我的后生去跟我治疗呢。咱呢都后悔有期啊，若是有缘，咱一定搁会见面。后悔有期，狐狸，把这两后生的讲话治疗一切顺利。多谢你，再会。有双鱼送你去，爸妈绝对会做好防备的。安尼我嘛不一定会当顺利查到八斤做一箱。看起来，该当想其他办法了。